顾飞，一个热爱功夫的体育老师，因为学生阿发的关系而进入拳击游戏平行世界。由于职业在开号的时候已经设定不能改动，只能当法师，习惯以暴制暴，以力降力的他只能将错就错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近战暴力法师。当力量与法术完美结合时，一条新的游戏之路被他打开了。其实我喜欢以武服人，火球术、闪电链、寒霜冰镜，哎，等等，我是来练功夫的，法术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法师。哦，对，我是法师。不过你真的坚信我是法师？谁说爷丑？你才丑，你们全家都丑，爷是多么光辉的存在呀！我貌美绝伦，我嗜酒如命，我是公子精英团团长，我是光明牧师，我是韩家公子。英雄已转身离去，江湖上还一直在传说，比武大会当然是天下第一。且听天方听书网、起点中文网联袂打造长篇有声网游小说《网游之近战法师》。